旅馆就可以看到这个河。哇，好多人排队啊！喝什么茶的？哎呦，妈呀！一粒一粒好大的雨在我的额头。他们的饭店都在哪？还没看。哎，现在有可能看得到的了。吃完中饭看一下。我爱跑。好像好多地方今天关门。啊？好像好多地方今天关门。哼，我们走到了一个居民区。